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敬天父母的祖尊，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图登卡玛，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心照感恩。爱してる。谢人的。オラ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すごい一番一番気持ちいい準備やびブリンブリンこんにちは。现在通知大家，下个礼拜天是11月3号下午3点PM 是虚空场菩萨的护摩法会，虚空场菩萨八大菩萨之一，他是库凯、尼用啊库凯。库凯的本尊，库凯，虚空场菩萨，这个修这一尊呢，会增长自己的记忆力，增长自己的记忆力，所有的经论读过了，都记得住。而且辩才无碍，辩才无碍。那虚空场菩萨当初的时候啊，日本的空海大师就是以虚空场菩萨为他的本尊。他在修法当中的时候啊，有天上的一个星星飞到空海的嘴里面，然后他得到相应，就是虚空场菩萨求闻持真言，从此他的这个记忆力只要经见一翻过，他就记得住，而且历代之中，虚空场菩萨，他能够断除所有的烦恼，他能够断除所有的烦恼，记住所有的真言、所应。及一切的修法，将来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成就，而且考试都是第一名，任何考试都是第一名。虚空场菩萨有这样子的这个 power， 有这样子的 power 在，
空海大师的空海他的本尊。不是虚空藏菩萨。他的手印呢，虚空藏菩萨的手印是这样子的，他的咒语南无阿伽吉阿伽西布亚欧阿里卡玛里穆里索哈，天蓝色的种子日是踏啊，要得到考试第一名的，就是虚空藏菩萨啊，学生啊，或者不管做什么，得到第一名的，就是虚空藏菩萨。你也会成为最有名望的人，得到虚空藏菩萨的加持，最有名望的人。考试都是第一名，记忆力是最好的，辩才无碍，能够斩断所有的烦恼。家里有小孩的要报名主起瑶池金母马上有钱花，这个有修法的仪轨。以前这个法就教过，是就是一只马，上面载着元宝，是马上有钱啊，放这个现在黄金，那载着是黄金，黄金现在是最贵的，以前黄金买的时候啊，都是1200，我买1200，到了1600就觉得很贵了。现在黄金多少？超过2700了，已经超过2700。1600就觉得很贵了，现在是2700，哇！这个越战争呢，黄金就越贵。马上有钱，他载的都是黄金。
刚刚讲说下雨，财大如雨柱啊，财大如雨柱，也就是说，这个钱要找你的时候，像下雨一样下来，什么财都有，你不要也不行。这是最好的。我们主要回向啊，要发这个回向文。重要的就是说，得到了这些财，还要布施给众生，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回向。我们今天是修这个瑶池金母，瑶池金母只有这个我们正佛中的瑶池金母，它是最有天女型的瑶池金母，这是唯一的，唯一的啊，没有第二。在世界上的瑶池金母大部分都是中年，不然就是老年，我们就是少女，少女的瑶池金母比较有 power，这很特殊。哦，昨天晚上我是在法座上，不是肚子痛吗？这个挪威的这个，刚刚好提到挪威的那个莲义法师啊，有提到挪威的莲义法师，他传来一个简讯给师母，我是没有手机，我就算有手机，我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所以我这个手机我也不懂得什么叫简讯，我也不会看，我这个手机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开车啊，车子坏了啊，可以把手机拿出来打一个电话通知这个中委会办公室我车子在哪里。啊，通知这个拖卡，拖卡就是说请他们来拉车子，这手机就是打这个电话用的，其他我什么都不会用，我上网也不会，什么也不会，手机一片空白。到现在我的手机啊的电池用量，现在是我电池，我打开自己的手机看电池都是100%，都还没有用过，已经几年了，两年了是吧，一年多了，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挪威的莲义法师传来一个简讯给师母，
他肚子痛了三天，他是一个医学博士，也是一个医生，他肚子痛了三天，我在法座上肚子痛，我喊肚子痛，他的肚子就好了。我说一定有人肚子痛，结果是莲宇法师肚子痛三天，他自己都找不到药可以吃，只是我在法座上痛了一下，哎，他的全部都好了。他说谢谢加持。我也不知道他肚子痛啊，他只是传给师母啊。现在进入你问我答，台湾莲花阿丁问的，也有人叫名阿丁，甲乙丙丁，阿甲阿乙阿丙阿丁。阿弥陀佛，尊敬的师佛佛安，恳请师佛施以解惑，如下的问题：台湾往昔未出嫁的女性或离婚者，如果往生，都需要另立牌位，无法跟祖先合炉。现今女性甚至负起赚钱以照顾父母的责任，是否也要依循往昔的旧制度呢？可否博瓦杯信问何如跟祖先同一牌位的可能性？这个是民俗，是属于民俗方面的问题，这方面我本身没有什么经验。他说讲了，未嫁的女性或者是离婚的往生，都要另外立外立牌位，无法跟祖先合炉。这是台湾的啦，在美国谁管你立什么牌位，没有祖先牌位的啦。美国谁家里，你到美国的家里谁供祖先牌位？没有吧，没有吧，甚至也没有什么那个什么都没有了。一般华人还有，华人有些是还有，有些来到西方受了西方的洗礼，根本什么叫合炉啊，什么百香案，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啦，空空的。所以我祖先呢，我只能够忆起啊，儒家的祖先呢，我只能够记得曾祖父是鲁德杰，祖父是卢昌，我父亲是卢尔孙，我是卢生燕，就是大部分记住曾祖父，在上面的曾曾祖父就不知道了。大部分这样的，你说将来叫佛亲佛妻啊，家里供祖先牌位，哪有可能？没有了啦，没有啦。再下去，这个像卢军、卢红，那个卢英，他懂得什么祖先牌位？没有了啦，啊，到了第三代就没有了，不可能。像这个台湾的习俗，这个阿丁问的台湾的习俗，像这个是不是可以用瓦杯信问，何如跟祖先同一牌位？这个可以吗？
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只要你把杯说可以就可以了，没有杯也把到有杯。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哦，对不对？这是习俗嘛，这习俗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现在家里能够供祖先牌位的没有几个了，已经没有几个了。尤其像这个分出去的，有些华人到了东南亚或者是到世界各国去，早就没有了能够纪念的，放一张照片的看得到的，是还有纪念性的，其他什么祭祖啊很少，没有。这个第一条问题回答莲花阿丁的，你自己宝贝。其实未出嫁或者离婚也没什么，都是自然的现象。第二点，法会当中如果报名表错过恭请主坛上师，主坛者加持书文报名表的时间以后才拿出来，报名表仍需要一一送到主坛者面前加持过才能够化掉，这个必要，这个是不是要必要这样子？法会当中报名错过请主坛上师加持书文报名表的时间，后来才拿出来的报名表仍需要一一给主坛者面前加持过才能够化掉，是不是必要？他问的问题，这也是一种那个，然后加持过了，你报名表才拿出来。不过这个心意到了，应该都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这个主持的上师加持报名表，不一定。你心意到了就行了，一切唯心，你的心意到了，你那个报名表它自然它就会到了，心意没有到当然就是没有用的。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法会的时候你报名表你只要心意到了就有用。这莲花阿丁的，这阿丁的，我也不知道他年纪多大，这都是老头子问的问题。年轻人不会问这种问题的，年轻人没有了，没有这一套。现代的社会啊，什么报名表啊，这个要合炉啊，盖炉哈，然后盖炉，没有这回事的。像老大他们，父亲交代说三个兄弟不可以分家，他们三个兄弟，老大、老二、老三，老师都是很好，那父亲交代了。我们三个兄弟不可以分开，要通力合作，上山打虎也要亲兄弟，对吧？要亲兄弟啊，他父亲交代的，他们这个小孩子就听父亲的，
父亲有这样子的讲法，那他们当然就是这样子，都很合众。三个兄弟都一切都很好，像我呢，啊，我们是自由派的，我父母是自由派的，而且我不列在我父亲的名单之内。从小就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我不列在我父亲之内。但是还是要恭敬自己的父亲，没有父亲，你哪里能够长大？母亲没有赚钱啊，父亲赚钱回来啊。虽然他不认你，但是你还是这个，我们讲养的比生的还大。虽然是我父亲，他养我就比生的还大，养比生还大，所以还是要尊敬自己的父亲母亲。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然后父亲的钱也是曾国宗的弟子供养他的啊，曾国宗的弟子他知道他是我爸爸，所以大家供养他。他老的时候他也没有赚钱，他所有的钱存起来，然后我们也给他钱，也给他请看护。我们人虽然在美国，但是我们还是帮助自己的父亲啊，能够过晚年很好的生活。他走的时候啊，他当然我们不想说什么财产分配啊或怎么样，因为我母亲走的时候，我就所有的财产全部分给妹妹，自己不要，我自己写抛弃书。说抛弃书很麻烦，在台湾呢，你写了抛弃书，他分那个遗产，就单单税的收入怎么样子打哇。听说很烦，很烦。所以当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就没有写抛弃书。他打开遗嘱一看，我那一份给了看护。啊，我妹妹都说：“哎，不行，应该要给大哥的，怎么可以给看护呢？”啊，父亲的那个遗嘱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要给看护，我说不要紧，这些钱这一份遗产就给看护，我可以不用。所以也不用打官司啦，也不用怎么样，就给我应该给我那一份就给看护。那看护因为知道我有这个耳报童子，有耳通，他害怕家里的神明会告诉我，所以他把神明的嘴巴用强力胶粘起来。我一回到家里一看，哎，怎么家里的活菩萨嘴巴都是粘住的，都嘴巴粘起来。那看护想出来的方法，他说不要让，因为看护带着我爸爸去写遗嘱，去律师那里写遗嘱。写遗嘱的时候啊，他又害怕这些活菩萨会告诉我，所以从那天开始用强力胶把所有的活菩萨的嘴巴全部粘起来。这是笑话了，不过是真实的笑话。我们回去以后看到，哎，家里活菩萨怎么搞的，嘴巴都好像
这也是一种笑话的，没关系的。那个钱财身外之物，啊？当然是没有用了，对不对？哎，茶陶庵啊，茶陶庵啊，茶陶庵啊，那个神明都是茶陶庵啊。那个你把他嘴巴连起来，他就不会告诉我嘛。只是打开遗嘱的时候，我自己也本身也是也觉得说很好笑，没关系的。这个你看那些有钱人哦，那些富豪，我们不是很有钱的。我爸爸我妈妈不是说很富有到怎么样程度，你看那个像那些有台湾有钱的都发生问题，像王永庆啊、哦、底下的人他们也发生问题，什么那个船王叫陈茶摩，他也发生问题，这个吴修齐这个台南帮的他的遗产也有一些问题，那个像那个航空业的张荣花啊，现在还在遗产还是在弄，我觉得没必要，真的那个没必要。这个很多事情呢、啊，为了钱，其实真讲实在话，我常常讲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能够带得走。那张荣花他赚了很多钱啊，我们都吴修齐我也见过面了，啊，我在台南的时候我跟他见过面，还有这个王永庆是我们很早很早学生时代就知道他是一个财主。啊，张荣花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常到他宴客的地方去宴客，长荣啊，长荣桂冠那个最上面那一层，别人进不去了，我可以进去。然后张荣花也在那里，那时候他生前在那边请客的地方，我们也都认得。这些有钱人到最后家里像我祖父他娶六个老婆，走的时候每一个老婆拿走一些，就拿这样六份，把所有财产分成六份给六个老婆，大家都散了。到老父亲那一代就没有了，就没什么。我祖父也是很有钱的，娶六个老婆以上了，都大部分都很有钱。他们都很有钱的表征就是娶很多老婆。这个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那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女性在帮他。现在不是这样，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绝对有很多的女性在帮他。好笑。讲笑话吧。这个小明问朋友，听说你昨天去相亲结果呢？
朋友回答，成功了三分之二。小明很疑惑地问，这个话怎么讲？朋友就解释了，这个媒人是同意的，我也同意的，但女方没有同意的。成功三分之二。这个小明问他的妈妈呢，问他的祖母，他的奶奶，马祖跟祖妈周妈呢，马祖跟周妈谁比较大？马祖跟周妈，祖妈，祖妈就妈，周妈，马祖跟周妈谁比较大？奶奶讲，当然是林周妈。那小明回答说，问了，为什么呢？你奉献给马祖，捐钱是随意的，奉献给你周妈，这交薪是要及时的，这个月的薪水交出来，顺便去买咸酥鸡，给您祖妈吃。祖母，祖妈是比妈祖，妈祖的供养是随意的。人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东西，其实是两个字，一个是钱。一个是情，人为了钱起早贪黑，做牛做马；人为了情掏心掏肺，万川秋水，到头来啊，钱是带不走的，情是留不下的。那天开始啊，跟小明讲，我们家要开始养一只猪，必须有一个人帮猪洗澡，一个人啊帮猪打扫睡的地方，一个人要喂猪吃东西。那家长就问小明，那你想做什么呢？小明回答，我想做那一只猪。好，我们讲维摩诘经呢。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第十一，是时佛说法以安摩拉，这安摩拉树眼，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安摩拉的这个园林里面说法，其地忽然广播言事，一切众会皆作惊色。突然之间就感觉到整个那个花园变得非常广大，而且非常的漂亮，所有的花都开了，所有树都变得更清脆，整个园林都变得很漂亮，而且呢，都变成黄金色的金光，金光闪耀。释迦牟尼佛在安摩拉园在那边说法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变得整个园林都产生金色，而且变得非常的漂亮，广大漂亮。这时候阿难尊者呢，他就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说，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什么因缘呢？有这样子的
这个吉祥的这个照应，怎么为什么阿摩拉岩会变得那么漂亮呢？而且全部变成金色，这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是为摩诘闻之势力，以诸大众恭敬围绕，花意欲来，故先作此瑞印。”是因为维摩诘居士跟文殊师利菩萨在那边说完了法，他们现在呢要回来了，带着所有的很多的佛、很多的菩萨，要来拜，要回来拜访释迦牟尼佛。他们在那边那个在维摩诘的这个房间里面。说法已经结束，他们现在有意愿要回到释迦牟尼佛说法的阿摩罗岩。这时候啊，阿摩罗岩就发出金色的光，而且变得非常的漂亮，是这个原因呢。正在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现在呢，我们可以回去见释迦牟尼佛了。所有的这个菩萨也可以一起去，包括那个众香国相继如来的所有的啊900万的这个大菩萨。”也通通都去，所有的天人也通通都去，就去看释迦牟尼佛。去那里呢，见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去供养释迦牟尼佛。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讲了，善哉行哉，他说好啊，我们就出发吧，一起出发吧。就在这个时候啊，金正四时啊，维摩诘既以神力持诸大众，并狮子座执于右掌。哇，这个神通厉害！你知道那个狮子座，他讲了高广多少？哇，每一个狮子座。单单那个相继如来那边的大菩萨，900多万的狮子座，看看有多大。他伸出他的右掌，把所有的佛菩萨的法座全部托在他的右掌上面。他手掌有多大？你看，真的是很大。他这种神通是没有人有的了，没有人有这种神通的。只有那个《西游记》里面吴承恩写的，孙悟空啊，大闹天宫以后啊。是如来佛啊，就坐在那里，他手掌伸出来，那孙悟空就站在他的手掌上面。那孙悟空讲说：“我这个筋斗云啊，一翻呐、啊，84000公里。”结果。如来佛只是讲了一句话，你就飞看看。结果孙悟空翻了几斗云，啊，翻了几个几斗云，就飞啊，哇，飞了好久，终于看到五指山。啊，这个是大概就是天的尽头吧，
在五指上面撒了一泡尿，山底下做一个纪念呢、啊，说孙悟空到此一游，啊，孙悟空到此一游，就这个如来佛、啊，他说五指山就是我的五个手指头、啊，你还是我在我的手掌里面呢、啊，你翻了筋斗云。84000公里，以为到了天的尽头，原来也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就用五指山把它压下来，从此就出不来，要跟着唐三藏去西方取经。那如来的手掌都飞不过去。这个维摩诘也是一样，他用他的右手的手掌，把所有的佛菩萨、天人，所有一切的天人，跟这个众香佛国本身的所有的大菩萨，跟所有的法座，大菩萨的法座，包括所有阿罗汉。全部放在手掌上面，维摩诘既以神力持诸大众，并狮子座执于右掌，王子佛所到已着地，就是一刹那之巅呢、啊，就到了安婆罗耶。他先。对释迦牟尼佛佛足顶礼，又绕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他就站在旁边，就是先下来跟释迦牟尼佛顶礼佛足，这个又绕七匝，绕七圈，然后合掌在旁边站着。其诸菩萨即戒必坐，七首佛祖，所有的大菩萨看到释迦牟尼佛，全部起坐下来顶礼释迦牟尼佛的佛祖，也一样是绕了七圈，在一边站立。诸大弟子、十方四天王等，一戒必坐，七首佛祖。在一边立，他的释迦牟尼佛本身的很多弟子跟着去的，还有第四天梵王、四天王，所有的通通都离开座位，顶礼佛足，在一旁站立。他们一下子就到了，这厉害，维摩诘很厉害，你看。一下子把这所有的人通通放在他的右掌上面，一起带到安摩罗耶去见释迦牟尼佛。这就不得了，这种神通，从来没有的。于是释迦牟尼佛如法慰问诸菩萨，以各令复座，即戒受教众座已定，以佛语舍利弗，你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唯然以见，以你意云何？师尊，我看我都其为不可思议，非意所图，非度所测。
这时候释迦牟尼佛他就慰问所有的像维摩诘啦，所有的大菩萨啦，都叫他们在坐在法座上，而且呢叫大家都坐好啊，大家谈一谈。释迦牟尼佛就问舍利佛啦，你看到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你看到了维摩诘啊、文殊师利这些大菩萨自在神力所为乎？你看到他们的神力吗？这舍利佛回答，哇，看到。那你意云何？释迦牟尼佛问了，那你呢有什么感想？这舍利佛就回答了，释迦牟尼佛啊，我看到了，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非意所图，非度所测，这就是叫做不可思议，实在看见的实在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是不可思议啊？他知道他看到什么吗？维摩诘的房间那么小，他的方丈室虽然是有钱人家，但是他的房间也不是说可以容纳那些什么法座，高大法座900万的法座都可以容纳进去，所有的佛菩萨天人甚至于所有的这个一切的啊，第四天啊，哪个天啊，多少人多少座多少佛菩萨在里面，他都可以装得下。再来呢，他又看到什么？去相继佛国哪来一波幻？才一波的香米回来，所有人全部都吃饱，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圣经里面我讲过，耶稣基督也做过啊，咕噜，我的咕噜，耶稣基督他也做过，他在登山宝训里面好多人到山上听他说法，五饼二鱼，一个人带便当五个饼跟两条鱼，他就是一面祈祷一面薄饼，一面祈祷一面薄饼，让所有的人全部的人都吃饱，吃饱以后呢还有剩下几箩的饼跟几箩的鱼，才五个饼两条鱼而已，让所有人全部都吃饱。这个一钵的香米你说有多少，多少香米，那么多的人来吃，怎么样子它就一直生出来，那几百万人吃它一样还有生，一样吃的，怎么吃都吃不完。他看到这个根本不可思议嘛，这不是常理可以那个的。再说呢，我们这些大众那些法座，他一只手掌就全部都在他的手掌里面，所有的活菩萨都在他的手掌里面，所有的天人都在他的手掌里面，他一下子就可以飞到释迦牟尼佛这里来，全部放下。以小啊容大，以少啊变多，那么多他又变得很小，放在他的手掌上面，全部带到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地方。
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那个舍利弗讲，师尊啊，释迦牟尼佛啊，我看到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不是你用念头想就可以的，也不能够测，不能够测度的，广大无边的，没有办法去测的。维摩诘就有这种本事了，这个厉害哇，实在是让人想不到，很厉害啊。我们这是这个芝麻绿豆的神通芝麻绿豆神通有什么用？哎，跟维摩诘比，但是没得比。是可以的，但是没有人证明。我常常讲这个拿起来很轻的。他再拿起来就很重，而且拿不起来，就拿不起来，撤掉他就拿了起来。但是是我拿，不是你们拿。不过确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曾经表演过，我在一个在那个出去外面，在台湾呢，有一次到侨园吃饭，我就拿一个小碗，一般来讲都有喝酒那个小碗嘛，小酒杯的那个小碗，我就盖起来。我说你现在拿看看，他拿起来很轻啊，那小酒杯一拿很轻啊，我就加持那个力量在里面，你再拿看看，他拿就拿不起来。我确实有表演过，就拿不起来。他说真的吸啊，他把那个他跟桌子这个小碗呢，跟这个桌子等于是连在一起，吸住了，拿不起来。这个很轻呢，这个一拿就拿起来。但是你加持一种力量下去，加持下去，它再拿就不一样了，很重的。所以还是有一点东西，但是呢，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一样的，加持过的东西就不同，没有加持过的就是一般的东西，只要加持过的就不一样。当然好像现在也不能说太嫌什么东西啊，我的神通就是说要哭就哭要笑就笑又哭又笑，哎，莫名其妙大家觉得说哎，怎么搞的，你突然间哭了那么惨，好像很严重，那等一下笑的时候又笑得很开心，我也不知道，就是自然的，他想哭就哭，这个哭有哭的理由，
笑也有笑的理由，哭呢，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其实是哭着来的嘛，就哭着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笑着来的啊。大部分小孩子一出生就是哭，都是哭着来这人间的，也没有人笑着离开的。这大部分都哭。我就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你这个小孩就是喜欢哭。其实只要摇出金母在我身上，哎，我自己就哭了。有两个会让我哭的，一个就是摇出金母，一个就是我的人间的母亲会让我哭，还有天上的母亲会让我哭，就是这样。那有时候想起这个一些悲惨的事情也会哭啊，看到那些像那个呀，昨天是想起自己本身的小时候吧，还有想到这个战火当中的这些乌克兰人吧，还有 Russia 都会哭。为什么 Russia 跟乌克兰是安德烈弘法的地方呢？安德烈去 Russia 去乌克兰弘法的地方啊，那里的生灵涂炭，这会触动这安德烈的心呢。另外呢，你想想看，巴勒斯坦那里的人，那里呀，是耶稣弘法的地方呢。像以前的安德烈、圣彼得。啊，另外两个雅各，还有以前的伊利亚、伊利沙，另外那里的还有这很多的圣人都在那里，十二门徒，还有很多的圣人，有两个名字是一样的，是雅各、雅各、雅各。那韩语啊，你知道几个？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你念出名字出来。啊？你没有记得很多？你知道吗？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就是在巴勒斯坦。耶稣受审判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是圣城。他祈祷的地方在哥哥他，哥哥他，得那个山上，他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另外呢，耶稣在加利利海这个渡的十二门徒都是在加利利海，现在是那个海是没有通大海，那是加利利湖。他渡彼得的地方是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伯利恒、耶路撒冷、加利利海、哥哥他山上，
那都是我很熟的地方哎。啊，想到这个，哎，他们那些人呢，其实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他想到莲华生大师，莲华生大师的故乡故土就是阿富汗。阿富汗早年的时候也是印度的地方，也是印度的地方。你看阿富汗，你想想看，阿富汗是南阿富汗、北阿富汗。想到现在的，你看南韩、北韩，你想想看南越、北越，你再想想看中国、台湾，你想想看在过去的东德、西德，想想看美国的南北战争，全部都是兄弟自残，都是兄弟耶，都是兄弟自残。想想看世界上的灾难也是人造出来的，所以人啊，其实要反省，要想一想如何能够和平相处，在整个地球上大家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睡一个觉，好好的安详的生活，应该要这样子想，不应该有所谓争强好胜啊，斗争来斗争去，不应该这样子的，应该都要和平相处的。你看南北韩战争，南北韩啊，南越、北越、东德、西德，这个美国南北战争，这样子都是东德、西德，这些都是同样的兄弟相残。再看看中国跟台湾，嗯，能够有这个有智慧的人出来，让世界能够和平，人人能够过这个安详的日子，啊，和平相处，那彼此之间没有谁大谁小，没有谁强谁弱，没有谁并吞谁，那不是很好？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女儿天真的问妈妈，我们来做什么？妈妈回答，打针啊。女儿说，为什么要打针呢？针做错了什么事吗？十分钟以后，女儿开始哭了，是针打我，不是我打针。哎，
你看那个 COVID-19 这天降的灾祸都已经很厉害了，人还要自己还要自相残杀，有一个女生啊，天生脚就很短，却又特别介意别人说她脚短。一天，她一本正经的在教室里面宣布：“谁再说我脚短，我就生气了。”后来，小明就讲：“你的裤子长。一个人旅行，说走就走；两个人要商量，三个人要讨论，四个人要开会，五个人要投票，六个人可能哪里都去不成。哎，人就是这个样子。Om Mani Padme Hum。